萱萱怎么生气了呢？难道今天玩的不高兴吗？姑娘是关心我，心疼我了。是啊，哇，你好暖呐，我眼泪都快出来了。不是，大家好，我叫洋洋，今年我3、4岁呢。我会表演，我会唱歌，谢谢大家。因为我刚好遇见你，又想。不三不四，忘得起。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念着心。我一路看破七色和万岁，我的脚踏遍天南和极北，只剩我是粉碎。Happy, sad, sad.Angry, happy, sad, rabbit, rabbit, rabbit. 走，走模特步，走酷一点，手不要甩起来，哇。我是甜心宝贝叶甜心，我今年5周岁了。我喜欢画画、唱歌、讲故事，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谢谢大家。开始。大家好，我叫江一婷，今年4岁了。我的身高是104，体重32斤。我很喜欢跟大家玩，我喜欢打拳、跳舞、做游戏，希望大家都喜欢我。好了，看着妈妈，笑一个，笑一个，不是猪哼。大家好，我叫冯哲昂，我小名叫可乐，我快5岁了，我的身高1米1，我喜欢画画、赛车、表演，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好，我叫金玉米，我今年5岁了，我还喜欢唱歌。
promises. Promise me no promises.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陈玉彤，我今年三岁了，我属小马的，我要唱歌跳舞。能唱歌？一三一三六七七，满天都是小星星。啊？没啦。对呀。那你跳个舞吧。就怎么跳舞呀？那跳大王叫我来巡山。可以，我也出去啊！我也想听，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那好。我不会唱土耳其的歌。你会的。会。我相信你，你会的。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以及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哎呦喂，伦敦。三级好了，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眼睛，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眼睛。说话来。看耳朵，看耳朵，快点儿！妈妈好不好？好。妈妈美不美？美。怎么说？妈妈谢谢妈妈爸爸疼。还得怎么说？爸爸妈妈。哎，怎么说？爸爸爸爸。嗯。爸爸姐姐。好，往后点站着。你放这。嗯，放这，给你吃的。给唱个歌。小鸭子。快把你小鸭子扑扑一你就鸭子快快好唱来叫静说背个歌谣吧唱妈妈背个歌谣是什么味的草莓味的唱妈妈背个歌谣吧小华的小中了把东西拿出来说话好好说，好吃不？可饱了，就可甜了。壮来，好吃不？壮来，跟妈妈好吃不？这方糖。好吃。壮过来，瞅妈妈，甜不甜？甜不甜？还要不？还要。还要得怎么说？妈，谢谢妈妈。妈妈美不？美。妈妈好不？好。瞅妈妈。给妈摆照片照相了摆照片来摆照片哎来换个动作来换动作给妈哭一个没有一个哭哭先哭妈我一个哭眼泪哭出来哭出来大点声给妈笑一个大声笑，大声笑。大家好，我叫西子，今年五岁了，我身高116厘米，体重20公斤。我喜欢唱歌、跳舞、走秀、表演。我演过电
广告，谢谢。和朋友们分享。哎，等一下，这个书叫什么名字啊？学会和朋友们分享。哦，好。圈圈写的心不在焉，他包包里有一个不想让人知道的盒子，大家好像发现了他的秘密。然后呢？还啦。嗯。会不会是一个？是一个大怪物想成为拉拉的小神兽。小松鼠皮皮会不会是一个弹簧的小丑？你们都错了，你们都错了，圈圈一定是拉鲁拉鲁请求派幼儿园的卧底。那只有圈圈知道，那是一块奶酪，没错，是一块大大的奶酪。奶酪的味道太好了，我可不想，一丁点也不想。大家是在讨论我的奶酪吗？这可不行，我得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放在大鱼缸。下面不求猫咪老师每天都给静一罐水，放到玩具柜后面，不成小兔呼呼总会藏到那里。呀呀呀，放到花园的树丛里不行，这很快到午饭时间了，圈圈还没想什么小盒子藏到哪？等等，为什么不吃掉它呢？就现在，圈圈偷偷的打开了盒子，哇，看着好好吃耶，像个烤糊的土豆，可以给我尝一点吗？来尝尝我的香蕉派吧，不，谢谢。小马屁跳跳也想吃圈圈的奶酪，你最好别吃，它已经有点发霉了。真可怜，来尝尝我的香蕉派吧。圈圈，大家都记得圈圈有一块最难吃的奶酪，不是最好吃的奶酪吗？不是吗？就圈圈难为情的说：“对不起，我撒谎了。”你别难过了，我带了好多好吃的，你随便挑。圈圈，来，我们一起分享这些好吃的吧。讲完了。哦，你好棒呀！鼓掌，自己鼓掌。我身高110，体重30斤。我喜欢唱歌、跳舞、弹钢琴。谢谢大家。路见不平一声吼，我还没有女朋友。此去只应天上有，我还没有女。蜡笔开花一
小朋友们多么欢喜，画个图画比一比，画小鸟飞在蓝天里，画小草长在春天里，你画太阳，我画国旗，祖国祖国我们爱你，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我是一个大笨，为什么他怎么那么白呀、啊？我是傻傻的。那你是脏脏包啊？我是傻傻的脏脏包。好了，原地转一圈。Happy and you know it, say meow.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say meow.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and you really want to show it, if you're happy. 大家好，我叫梁米，我喜欢唱歌，我今天4岁的，我喜欢唱歌跳舞，谢谢大家。妈妈给你来个那个搞笑的啊。好。叮铃铃铃铃。喂，你好，是我们是老板不在。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那您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面包。好吃吧。宝宝，你觉得这个好吃吗？这边买的。好吃呀，跟北京的差不多。好。那你喜欢吃，明天妈妈再给你买。
我看看下边有两三个小朋友，一会儿我们下去找他玩吧。好，我要跳绳。嗯。好吃吗？妈妈，这个好好吃。有多好吃？非常好吃，真的很好吃。那你多吃点啊。好。你一边吃，我一边问你问题，好不好？嗯。你要老实回答的。OK。今天数学有没有考好？有点难。真的吗？真的啊。那其他小朋友呢？今天老师问的问题你都会了吗？嗯，会啊。那拼音怎么办？拼音，嗯，不知道呀。那回去要不要跟我好好练练？可以啊。那我们说好了。好。练得好有奖励。好，练得不好怎么办？ Okay, 练得不好怎么办？扣钱。好，这么说定了。那我们还要跟爸爸去夹娃娃机吗？不夹。为什么？也不是说不夹了吗？你有这么听话吗？爸爸加油。好吃吗？好吃啊。要不要给我吃一个？嗯，那你不是说我喜欢吃多吃点吗？好，你吃你吃，那都给你吃啊。好。那吃完了水果，我们要不要唱首歌？好。